音乐卖力演出，老人家个个是活力十足。高龄友善成果发表会，气氛相当的热闹又温馨。台中慈济医院六年来定期前往社区来关怀长辈，促进健康，丰富老人家的生活。今天到场有好几位银发族，年龄都已经超过90岁了。像是有一位是今年92岁的王佩玉奶奶，以及96岁的先生都一同来参与。奶奶说，参与社区活动，身体是越来越健康，心。 心情也变得开朗许多了。他鼓励更多的年长者跟他一样，多走出家门，多活动，身心灵才会变得更健康。